逮着人弄不上。逮着人。刚才贤侄打电话说他给何邦还有那个王雪给奶奶都来了，我都不知道咋来的，几个人都不识字，咋摸过来的？昨天我来的时候，何邦大早上都去咱家，然后就说小高咋样了，然后我说啊，明天就回去了。你看几个又来了，马上都到了，他妈接他又。对，我去看看。王爷。奶奶。就来。不是。我给你说，那别来了，别来了，你咋没到嘞？咦，那咱们呢？他连着这来的，这谁？谁你不认识？这谁你？哥去，这门都咱不到门上，你有人家不认识。别弄了啊！别。奶奶，喝了。呀，你那啥来着？坐。你到这看看。到这。妈，你给他挪一下，让他坐。今天。没事，你躺着，没事，我都坐着待一会儿。你能不坐着吧，妈给这嘴让他坐着奶奶坐啊。那坐着都合伙十几个字，然后还看不清。咦，我写十字。王姐识字。嗯，王姐识字多少嘞？你，这来的你看的顺嘞，你也这个多少嘞？我到这看看。嗯，明儿实在人。这大点的都上学了。大上学了，没我说。哎，我这小点嘞。这俩逮着人弄不上。带两个人。这，我得往后头走哪了吗？放心吧，妈，那你给他们送下去啊！好。